在改革开放前，它是一个体制，它是一种计划体制。那么目前来看，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 GDP 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说，中国的发展应该说是不平衡的。从我们的这个贫富差距来讲，那么它的基尼指数在世界上应该讲是超过了平均水平。它都是在计划的这种这个体制之下，按部就班的来完成一些工作。那么在更长一点的时间呢，这个女性，尤其是城市里边的女性，她基本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工。那时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形式，也就是说，我在这么一个工厂里边，领导、厂长或者是班组长分配我来做什么，那么我就长期的在做什么。那么在中国应该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家庭观念，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是女主内男主外，所以女性如果是创业，实际上就颠倒了这个传统的意识，所以在这一点上的确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都存在。所以我们致力于创建全面的小康社会。我们这个经过这几年来七年来的这工作，目前呢哈，现在就是说有毕业离开园区的有20家左右。那么现在来讲，我们在孵的企业有51家，孵创中心直接或者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大致有10000左右。因为孵创中心作为就业型的孵化器，它有很多是劳动服务型企业或者是公益性公司和再就业公司。给他孵创中心它是一个女性创业的这么一个基地啊。那么它我们的商务中心的设备是就是办公设备非常的全，复印素印等等，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商务服务是非常的低廉的，就是成本的价格。我刚开始那个创业的时候啊，没有经验，什么也不懂，而且呢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我们现在的企业有80多个员工。我们在那个单位工作，从技校毕业，我一直在那单位工作。后来我结婚，生孩子，因为我们是女同志嘛，所以我们厂里有规定，就是女司机怀孕就可以下车了，就赶上那个下岗了。我有个计划，搞一个营养的快餐的一个连锁店。我那时候是司机，每天早上起来拿着路单就出车了，这一天就自己在车上开车，所以呢对很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卖过鱼，我也给别人帮过摊儿，哎呀干了很多的东西，但都没成功。总而言之，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妇女创业的开始培训呢，学习啊什么的，我才到个创业中心去，怎么能够入住这里头？因为嘛呢，它比外面的房租还要便宜。那个创业中心小的，先是开始是小额贷款，开始的我们就有了这个联系了。因为您现在联系完以后，那时候是每个月要还的，每个月要还2次，金额不多，4000块钱，但是对于我来讲已经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了。我可以买一些早点用的东西，火了炉子锅。这都可以办起来。中的这个人员的流动，中小企业在天津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团体。
像在就业问题呢，从整个是统计上看的，下岗女工占整个下岗60%吧。天津银行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银行，我们是不是首先考虑为地方天津经济发展是我们银行，而且今后也是提倡的。并且您这个对下岗女工这个贷款呢，它属于学生生态，银行从风险考虑它不会有做法，有做法，而且今后没有这种政策，并且没有这种联合国这个开发计划所的支持，那这种创办的项目它不会获得贷款。这么样子，完了以后呢，在创业时间不久呢，创业中心成立了，我就到创业中心来了，这么样，我是公务员自己，下海的，主动下海的，我就想呢，我是那么样的，是想为下岗女工做些事情，我就想在创业中心这一块呢，依靠这个平台来做事儿，别人不见得很理解，但是来说，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就做事情。那看企业的挑战，我感觉呢，主要是自己哈，就是做事哈，有一个信心，认准的方向就必须选择对了，完了以后哈，就是有一个坚韧不拔的意志。如果大家形成一个共赢，这样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制度哈，必须对大家都受益，它会在媒体一些宣传上给你做一些宣传，也从舆论上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他可以组织一些相关的，就是说创业姐妹，在一起交流，帮着出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首先以教育为先，咱们现在也应该多做一些这种健康的科普工作。行业当中呢，需要有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网络买到产品，也可以在网络得到一个知识。关于这一块呢，就是说呢，食品的以外呢，我又增加了一些，就是说饮水喝的这个水的项目，包括刚才看那个店的哈，也是那么样的，所以那个水呢，都是属于保留了矿物质，去掉了那个有害物质，这么样直接呢，安在自来水龙头上，就是城市的管网水，直接就能够饮用的，所以这么样的也是市场前景很看好，是这么样。那么使政府的一些在他的那个管理过程中的一些可以做他管理过程或一些制度的建立的就是修改的一些参考，我们就是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扶持了很多从生活上都有困难多的宣传，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那么后来我们就是说累计到现在，我们的放款余额累计到现在已经达到了5000多万，那么放款的这个户数累计到现在应该说也达到了7000多户，让这些需要用钱需要帮助的这些人能够拿到这个贷款来发展，都要求要这个小额信贷小额贷款。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外地来呢，参加到我们那个城市建设中来。我觉得他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入学问题，如果解决的话，对他们的压力也是会减轻一些的。让他们这些外来子女呢，接受和城市的孩子同样的教育呢。我觉得是我的一份责任。好了，小朋友，好，眼睛看着我。我们单位整个就下岗。我通过参加妇女创业中心的培训呢，有 SYB 培训和 EYB 培训，对我本身的一个素质，开园第一天的时候是26个孩子。我从妇女创业中心的小额贷款呢，贷了6000元。后来呢，有一个幼儿园，因为竞争吧，也是要竞争的，那个幼儿园因为经营不善呢就破产了，我就把当时那幼儿园就收购过来呢，成立了我的3园，在园的幼儿呢达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达了300多人。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看你这个大班和中班小班，这块需要配备一个就是
电脑啊，我一般的话都是在网上，有时候就是查阅资料，然后幼儿园的一些管理性的一些事务也是在电脑。我觉得妇女创业中心就是我们妇女创业的一个娘家。有什么事情呢？不管是创业上的艰辛，还是创业上的问题，我通过妇女创业中心，通过妇女创业中心的专家，政府出台这些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女工创业呢？我觉得呢，政府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咱们妇女都创业了，都有自己的一份事去做，它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啊，这个社会地位一个是提高了，再一个呢，解决了政府的压力。在孕妇带舞项目执行以前，也就是2004年以前，我们员工中的大部分人员还不会使用电脑。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员工都会计算机操作。我们获得了这个就是孕妇带舞的赠款项目的支持，开办了规模不同的几期培训。就是我让我们入驻的企业有这个意识，不信任未曾谋面的陌生的卖主，他就跟人有周期一样，如果你不进行更新知识，你肯定你这个企业不能适应这个发展，是吧？那么这个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呢，也是有很多问题，是吧？有很多安全性的问题，是吧？我们说有一些交易，是吧？交易上我们面对面还有上当受骗的，所以这个电子商务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它是必要的工具。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如果不掌握 ICT 或者说电子商务，将100%的破产。最后一项呢，我们主要是这个跟大学的合作和相关组织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天津财经大学，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那都要在他们的网站上链接上我们的孵化网，主要就是这几项的实验。后来呢，在我们的培训过程中呢，他了解到这个网络非常的重要，他自己现在做了一个网站，然后他现在这个网站可以说升值了已经，然后那个他的网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业务量。第二项就是我们建立中华女性企业孵化网。对对对，这不大学生说也有。进入到这种在现在的这种时代中更新的这种销售的层次上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和世界上的众多的世界上的一些商人接轨，而且呢能把我们祖国传统的文化。说是创业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怎么样？干得还可以哈。还可以。有问题吗？经过大家的这个全体职工的努力吧，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工作的开展。那妇女创业中心，这时候呢，正好它有一个就是创业大赛，这个得了一个奖励资金，奖励基金吧，等于是50,000块钱，应该是做一个软件开发。一般女性创业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障碍的，女性她有一种，怎么说呢？比如说家庭的一些事情要处理，有的年轻一点的她可能还有孩子不太大，等等。那么女性走入社会，参与经济，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为社会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像我们这个就像咱中心一个。万一你先要照着我起的，后面该怎么办？怎么联系？我也都知道。对对，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发展壮大。通过了，做多大的帮助？给我们多大的帮助？那是学习啊，方方面面的，各方面都给我们好多的那个方便之处。对啊，所以如果有活动的话，我还。行行行，你给我打电话。行行行，没问题。毕业企业，然后呢？作为毕业企业，将来有什么活动，你照样还得。哎，对对对对对，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但是我得给他记账，如果光让我记账，我都起不过来，那你办不了，只能是说，我们这个在中国建立这个姐妹孵化器联盟，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世界银行 ，InfoDev 能够建立起。一个全球的女性企业孵化器的网络，应该说没有纳入政府系列，
我们希望这些经验能够与其他的国家女性企业孵化器共同交流，共同提高。